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。这种严重违法行为践踏香港法治。妈妈过来，刚买了个草妈妈盖，有个水果那是我妈临时打过来拆了，俺得下砸呀。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。该发言人表示：你刚买了草妈妈包裹，你草妈妈盖呀。老公们，阿康说了，阿弟把你老母，你是老板的，来上古安安安拉。齐总，依法追究暴力犯罪者的刑事责任。你刚买了个巴罗阿西高罗，那把地里万阿伊米地瑞。Yeah.